悟空出现了，可是为什么我们的悟空是绿色？很绿的悟空，瞬间移动。这是龟派气功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继续我们的超写实战场模拟器啊，我们来玩我们的随机单位模组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到哪里了？来看一下啊，对了啊，如果一样，如果喜欢老头这部系列的话呢，啊，欢迎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、订阅，以及把影片分享出去或是留言，好不好？再次感谢各位长久以来的支持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接下来我们到哪里了？我们昨天好像是玩到自在极意的悟空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其实那个英文名字有点长哦，我还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哎。然后就这个，我这个名字长到我不知道怎么翻啦、啊。这个要价30000块的自在极意悟空，如果你们有兴趣，可以去看上一集哦，真的还蛮强的。好啦，那再来就是接下来呢，这个单位呢，我用手机翻译看一下到底叫什么名字哦。他这是直接翻译叫做金刚狼，然后价格是2000块钱。Oh my god！ 看一下这个叫做金刚狼长什么样子？这个是真的是金刚狼会有的东西吗？不是吧？我记得金刚狼是两只手。爪子吧，应该是拿爪子吧。好啦，可能是因为这游戏没有办法做出爪子类的东西哈。然后呢，直接飞扑上去了。他怎么把爪子丢出去啊？没有，是他死掉，爪子飞出去。他说他基本上不会丢爪子，是不是？倒在地上，我还可以这样子挥。哎呀呀呀！而且我一倒地之后，我就起不来了，开始赖在地上不想走了，然后只是施展了，然后他就躺在地上了，好吧。然后这边有个叫水银，这个翻译叫什么？水银侠是不是？你这个水银侠就20000块，20000块一只，看一下，哦，颜色非常的特别的哦，我靠，然后呢？哦，会到处蹦来蹦去，这个感觉就跟悟空大同小异啊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，是吗？一样帅气。好，蹦完了，快速看过，好不好？有看过就好了。这比较没有什么特色，老头基本上老头会直接快速略过。那水银侠去了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另外一个是什么。什么人类的圣火还是什么的 ？Human， 你在那量那小米，哇塞，这个就特别了。手上拿的是一把很小很小的迷你弓，身上穿的好像是斯巴达勇士的铠甲，然后搭配他的斗篷，然后身上发着火红的光。哇，看一下攻击怎么攻击？哦，原来是喷火、哦。哈哈哈哈。我要烧死你们！这个火焰范围还蛮广的，到底有没有受伤啊？有哎！哇塞，我一直被喷就饱啦、啊。空白已经按住是喷火，烧啊！啊，太靠近了，完了！呜、烧死你们！完了，我这家伙的弱点就是太靠近，完全没伤害。完了，这会被敲死。莫名其妙发现这家伙的弱点了。好，我们看完了，看下一个。我们再黑一下棉花哥。下一个是什么？在哪里啊？这边啊，这边有风人、风神、地球人。地神、冰人，这个名字取来真直接。这是风人对不对？风 man， 好帅啊！换个颜色而已啊！哇，哇，还果然真的是风神啊，操控风的使者啊！恰恰恰。可是这样子的话，我会一直被吹飞呢。这有趣的，
我大概能够想象，如果这边摆一整排的原始人哦。哦，这感觉好像就像欧尔麦特的技能，有没有？对啊，美国式的粉碎，都打下去风都会飞起来，然后力量型的个性这样，然后把他把人全部这样吹的四处各散的，根本就是没办法有效率的全部解决掉嘛。你看这个，已经被吹到了，就一直呛掉，你知道吗？吹到已经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风神好了，一个叫风人嘛，一个这个叫风神哦啊，风神就是直接飞起来这个样子，哎，已经蠢蠢欲动了。看一下，瞬间移动吗？并没有。哇，范围更广，直接推下去了。Oh my god！我好奇耶，他这个风力对巨人他们到底有没有效果啊？不行，吹不起来，巨人还是比较重。哦，这个咱们这个巨人还是非常的重哦，这是没办法的。哎，我想要笑一跳，什么东西卡住啊？猛犸象呢？吹不吹起来？也是不行。好，我错了 ，I'm sorry。好，这个是地球人，直接就叫地球人了。好像就很一般嘛，啊，他这严格来讲应该不能叫地球人，叫做地人，是不是？我丢石头欸，好哦，扔起来，扔起来，地球之神，他怎么没有飞起来？浮夸啦，这好像方舟大。这好像方舟生存进化里面的排泄物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平常在吃的巧克力是不是都这样子啊？那是太强了，这个很强。以地面来讲的话呢，它这个连续攻击，我觉得就连巨人应该也是抵挡不住啊。我一路往内往死里靠欸，然后巨人靠不到我，有没有靠到旁边的人？我的天啊，欸，我死了，刚说挡不住，欸，你就给我漏气了，欸，哦，到了地神，看过了冰人，应该是丢冰，对啦，把敌人冰住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再来是，欸，怎么会变成这冰什么？已经不是，这是冰人、冰神那种冰风暴，直接给你冰风暴起来了。冰风暴，砰！哇，那个了 ，Holy shit！ 欸，这也真的蛮美的，欸，讲实在的，有美到。但是，请你停止，因为我的电脑快爆了，谢谢。一只就受不了了吧？我靠！显卡破坏者再度出动，真没办法看了。绿巨人，等下这真的吗？真的？它上面写绿巨人，欸，还是我的翻译错误啊？欸，不对啊！啊，这绿巨人不能选呐，啊！哎呦，好可惜哦！啊，真的不能选嘞，欸，那不能选我也没办法了。这个模组未完成啊，鹰眼，这个叫做鹰眼啊，感觉好像会很准的那种哦，会拿着弓超大一把的。哇，还会格挡，逆天呢？可是这样他还是有中啊，我们这边有中吗？我们这边没中。哦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边格挡边攻击，好强哦！哇，这么猛啊！哈哈哈！居然可以这样搞！啊！我，可是射太慢了吧？我觉得这样射太慢了。而且为什么他都往地板上射啊？而且为什么你秃头啊？你是故意被设计成秃头的样子吗？啊，算了，下一个。钢铁侠 ，Overman， 哇，居然有钢铁侠哎！可是为什么你们这个钢铁侠都好不钢铁哦？一开始有点偷懒的感觉啊，随便弄个皮肤，然后弄的有点像钢铁侠的颜色，然后就上了。What the？ 这是什么哥？你想要塑造成那个手掌的那个雷射吗？看一下，还蛮准的，就是了。
这不是我所认识的钢铁侠、啊。这不是我所认识的钢铁侠、啊。这钢铁侠功力其实也不丑啦。黑寡妇，还有机器人。黑寡妇，我按到了，抱歉。看这什么啊？农村少女黑寡妇，黑寡妇你好，哇！你到底你们要不要打、啊？打的啊，还在那边哦，在那边花拳绣腿，很会嘛哈。好，大概就是这什么机器人？哇塞，这个这不得了了，这个看看。好帅啊！全部都坐在上面还发光哎、欸！啊，这是什么？那么刚好直接站在上面，哎、欸，不站在前面，后面投石车。这不得了，这不得了了！跨埋杰，哎呦喂呀、啊，哎呦，可怜！那弓箭到底有没有用啊？看不出来。快，再发发发发！快快，我们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！发下去啊！难不成你只有一发而已吗？哇，直接垮嘞、欸！我看一下 CD 是不是很久啊？我的长矛这样飞超远的。哎、欸，就这么一发而已啊、喔！哎、欸，他这个只真的只有一发哎、欸。他发完之后，后面的那个家伙就罢工了。不过真的是飞好远哦、喔！我已经准备好那个了。发射，砰！这有料，这有料，真的有料，这真的飞得有够远的、啊。让我们再看一次，够看几摆，来！哇，哇塞，蹦蹦！哦，巨人还是比较稍微有点重量哦，哦，还是真的比较稍微有点重量，没办法，像那长矛像，哇塞，那直接被撞飞。下一个吉普车，吉普，哦，开始换这个了是不是？哈哈哈，有趣了，有趣了，一个投石车，一个吉普车，发什么？哎、欸，就直接撞在一起哦。What the fuck？ 啊，就没了、哦，没意思。我只知道右边的叫 One Punch 啦，啊，这个是什么 ？Super One Punch， 超级一拳超人。我们已经到了 Super One Punch 面的这边这个地步了、哦，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有点像了，有点像了。哎呦，超级瞬间移动，我靠，这个浮夸了，这个。再来，又来，这个跟自在极悟空差不多有87分之像，啪啦啪啪啪啪啪，真愉悦啊 ！One Punch， 十 ，One Punch， 要。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只万胖曲，他万胖曲做好多种、啊，这个是万胖曲面另外一种的，这边也都没说明到底是长什么样子，一模一样啊，挥拳，这就是比较一般版的，没有那个烟火效果的万胖曲啊，你看都看他瞬移超快的、欸，他为什么不往中心打、啊，笨笨的。然后呢？这个是什么？汪胖群面隔壁这是什么？农民啊？农民？这多少钱？20块？这应该是很早以前的超写实战场模拟器的单位吧？这什么？黑暗神？哎呦，这个也帅啊！这个有够黑暗！变变雷！哦，这个闪电我喜欢。哎、欸，密密麻麻看起来像虫，其实蛮恶烂的。靠，你根本是雷神吧？
夸张了，我卡住啦，各位。好，你家在没有卡档。黑暗之神，黑暗之神，不知，哇哇，终极范围技，结束了，好强哦，这真的很强。好了，又再度卡住了，棒。看这黑暗之神，也是个显卡破坏者之一，全黑，哎，不是全蓝，它是黑暗之神，但是它有点类似紫色的那个颜色哦，哦，偏深蓝呐、啊。再来是什么？哎，悟空，悟空，悟空出现了，可是为什么我们的悟空是绿色？很绿的悟空，瞬间移动。这是龟霸气功 ，Oh my god！ 我累格了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悟空是元气域吗？我搞得我累格啦，不行不行，这个猛犸象好了，他这一招到底是什么、啊？元气弹，大家把力量借给我，准备累格了啊！砰！变变变变变！哇塞！呜呜！打到直接喷飞爆发哎、欸！你也是啊！哇！我的显卡爆了！我的显卡要爆了！救我！这个绝对不能加拉拉队，我必须说，这个加拉拉队我绝对爆给你看，这有点不太行啊！放一只，远远的一只就好了。啊，远远的一只我也不太行，这个有点可怜。The motherfuck， 直接被大爆射啊！好吧，算了，后面基本上都是显卡破坏者哦，但是呢。又很想看他对上一大群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只可惜依旧就是显卡破坏者。不要说什么老头显卡很烂啊，什么硬体很烂啊，哎、欸，去看一下我影片下面说明栏的电脑配备，上网去查一下，哎、欸，你就知道烂不烂了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哦。那一样继续，就是到后面我们后面一样会继续把它玩完。那一样，如果喜欢老头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在下方留言啊，或者是把影片分享出去哦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呢啊，有机会再见面了，拜拜。